Let's go. Let's go. 你签字都还蛮帅的，好吧好吧，你签什么不帅呢？好吧好吧，聊天还是你会聊啊。什么身份呢？今天幼儿园老师。<笑>今天就是一个骄傲的公主。公主，你们城堡到了。你的伞有点漏雨。没关系，好看就行了，公主不 care 这么多。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城堡，这是你的城堡啊，我就是公主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给他买的城堡。你这个伞打的意义是？好看就好了，没有关系。Hello， 哎呦，又来了三位朋友。哦，哎呀，来吧，掌声欢迎，欢迎碧晨。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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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于喧嚣决定退网，退回二 G 了。你们作为 W 先生在互联网世界里的好朋友，他决定把自己网络里的虚拟财产赠送给大家。据说这些虚拟财产价值上千万大币。哇！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究竟什么是虚拟财产，以及它是怎么分配的，让我们有请他的私人法律顾问来为大家介绍。还有私人法律顾问。顾问在哪里？这不保镖吗？保镖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啊，我来晚了，让我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哎妈，这皮衣热不热？我是 W 先生的私人法律顾问啊，李晨，大家叫我陈律也可以。陈律，接下来呢，我作为律师，我要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虚拟财产。简单来说，只要是数字化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社交软件的账号、游戏账号、游戏装备、邮件、照片、电子版的设计图、微信中的聊天记录等，都可以称作为虚拟财产。聊天记录也是虚拟财产？是的，民法典总则第127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是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所以你们将要收到的这笔虚拟财产都是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既然各位也都是网友，不妨大家做个自我介绍，顺便让我确认一下大家的身份。好，沙溢是哪位啊？应该是我。你是瞎了吗？不太熟。我的职业是一个冷笑话博主，大家听听，够不够冷？问，什么动物最容易生气？大猩猩，因为大猩猩强凶哦。喂 ，W 先生，我想把这位叫沙溢的东西让他走吧，好不好 ？W 为什么会认识这种？我是不是完成今天的工作了？他们都让我走。超凶啊！这笑，你看这不笑了吗？超凶啊！这。你看都笑了吗？你反射弧有点慢呢、啊，怎么会笑了陈老一圈？笑了陈老一圈。好了，下一位，好，蔡徐坤，蔡徐坤是哪位啊？蔡先生，注意一下。好，蔡徐坤先生是哪位啊？这。我就是一个萌宠博主。萌宠博主，你看多萌。嘎嘎他爸。嘎嘎的爸爸。嘎爸。嘎爸。下一位郑恺是哪一位啊？我是一个美妆博主。
你是美妆博主，怎么了？有问题吗？也太有问题了。Oh my god， 有什么问题？张碧晨，是我。大家好。你好，你好。那个 pose 是不是随，是不是随意了一点？重新摆个 pose。随意吗？嗯，很好，来。我是一位唱歌博主。哦，看得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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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带这个音响。都这么发达了，还背着音响转车。啊，下一位，张大大，我是一个美食博主。哦。啊，我带了很多新奇独特的这个礼物给大家。谢谢美食博主。王鹤棣先生哪位？是我，我是一个电竞选手，平时 W 先生上分的时候都是我带他上分的。那你怎么给人打退网的呢？第19届亚运会在杭州举办了嘛？是的，是的。这个电子竞技项目已经正式成为了这个比赛项目。嗯，所以我这次来是准备参加这个亚运会的预选拔赛。厉害，厉害。好的，你将会成为我最强劲的对手。Angelababy 是哪位啊？是一个骄傲的公主，我在元宇宙里设计衣服。哦，元宇宙设计师。你看，这就是我设计的。哦，真的有啊！如果你有自己的形象在元宇宙里的话，你就可以穿上它。哦，这就是我给我的好朋友张大大设计的。我侵犯他人的肖像权。这皮肤在游戏里至少90。还有啊。哦。感觉像凤凰新传奇，有没有真的衣服？给我来一件。这是我给我的好朋友郑凯设计的长腿服，在元宇宙里完成了心愿。谢谢大家欣赏我的作品。没了，不是为什么还露几套呢？我的呢？好，下一位，我是虚拟形象建模师。哦，而且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我的作品，我的女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谷小雨。哦，大家好，我叫谷小雨，是浙江卫视的新成员，很高兴在奔跑吧和大家见面。我很喜欢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我，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参加天赐的声音了。哦，要加油，奔跑吧兄弟。是吧？他爹我也不知道。白鹿小姐是哪位啊？我的职业就是山峰的。没有没有，是个舞蹈博主。舞蹈博主。我能邀请一个人跟我合舞吗？我觉得可以。你吧。我觉得不可以。可以吗？可以。好，这朱文的胯好灵活，好油啊！哎，转圈转圈圈，来自鬼队，转圈转圈，好油。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洗一下地，这个地上太多油了。啊！你吸油吸油，美妆博主吸油，赶紧拨一拨。接下来 ，W 先生委托我将你们的虚拟财产合同分发给大家。来 ，Angelababy， 哎，这是你的虚拟财产。谢谢管家。周深、沙溢、王鹤棣、白鹿、张大大、郑凯、张碧晨、蔡徐坤。谢谢律师。W 先生在古堡里为大家准备了休息的客房，现在请大家回到客房，查看各自获得了多少虚拟财产。提醒大家，请千万保护好合同上的信息，不要告诉任何人。20分钟之后，我们会在古堡露台集合，欣赏古堡的春色。哇哦，这是真的古堡啊！房子还不错，啊，这就是我的房间呢。来看看大
W 先生给了我些什么呢？我总感觉今天有点蹊跷，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就把我们所有人叫过来给我们分东西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要发生。什么呀，搞这么神秘。虚拟财产转让合同。亲爱的朋友你好，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网络上聊得很投机。我打算将部分虚拟世界里的财产无条件赠予你。请用手机登录下面这个邮箱，里面有我赠予你的虚拟财产信息和价值。这密码真的很有心了，少管我。里面有我赠予你的虚拟财产信息和价值。我登录了，现将电商平台的四冠零食店铺赠与张大大，价值80万RB。哎，他有几千万就给了我80万，一共9个人，就算1000万，一人都应该分到100万，我分到了80万。现将我公司旗下所有健身舞蹈软件赠与白鹿。哇塞，谢谢你。现将100个社交媒体 VIP 大号赠给我，你兄弟真是够意思。现将宠物社交社群 APP 所有权赠与。现将10个虚拟形象的版权赠与周深。现将音乐软件榜单权威账号赠与张碧晨。现将5个头部直播间账号赠与郑恺。我认为我在所有人里面继承的财产比较多的。现将超强游戏账号赠与王鹤棣。我觉得应该算多的了。现将一批我自己设计的虚拟服装手稿赠与 Angelababy， 价值300万RB。不过才300块钱。300。 Baby 你好，这瓶一层酸奶一层爆浆奶酪的 MC 奶酪爆浆球里有你今天的任务，请来。你原本对于此次赠与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因为你对 W 先生赠与你的财产价值数额感到不满，所以你今天的身份是一名想夺取 W 先生财产的坏人。除了你之外还有人也对他的分配感到不满，请秘密前往古堡酒窖，我们的朋友在等他。W 先生，你不是我的朋友。300块啊，有一点太侮辱了，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所以我决定发个邮箱骂骂他。最让我遗憾的就是让我认识你，你知道你像个什么吗？你就是个二维码，不扫不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谁呢？刚刚你们已经在房间内查看了 W 分配给你们的虚拟财产，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对分配感到不满。啊？有三个人向 W 先生发送了匿名辱骂邮件。那怎么那么没素质呢？这人白拿还嫌不够，就是。所以 W 先生非常生气，于是他委托律师来帮忙找出这三人是谁。请李律师来接一下 W 先生的电话。揪出来，揪出来吧，这仨人。李律，没素质。喂，你现在必须帮我找出是哪三个人收到财产之后还发邮件辱骂我，而且他们就在这些人当中。也请你转告其他人，今晚之前如果能找出这三个人，我还会给其他朋友再准备一份厚礼。哦，可以。好的 ，W 先生，您放心。挂了。挺有脾气呀 ，W 先生。正如大家刚刚听到的，你们中有三名坏人向 W 先生发送了匿名辱骂邮件。同时，这三名坏人也盯上了你们刚刚从 W 先生那里得到的虚拟财产，并想要据为己有。只要坏人窃取的虚拟财产总额达到1000万，即可获胜。特别要提醒大家，你们当中有一位成员得到的虚拟财产价值最高，而他也成为了坏人的首要目标。今天的最终任务是撕名牌，只有撕掉他的名牌，才能窃取1000万的虚拟财产。肯定的。接下来的每项任务，大家会随机分组，获胜组可以赢取关于坏人的线索，最终将三名坏人全部淘汰，就能获得今天的胜利。那么请问一下，这个律师是还参与这个游戏吗？我当然得参与，我要抓坏人啊。你知道坏人。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 W 先生的古堡露台，开始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哇哦，哇，好美啊！跑两步吧，同志们，走。我们这一项任务叫做“看不见的凳子”。十位成员需戴上眼罩，原地大象鼻子转5次，然后出发抢凳子。时间截止后，抢到凳子的积1分，没有抢到凳子的人淘汰。你坐上去之后被人推下来呢？那就不算被推下来了呀。那现在请大家抽取安慕希奶酪爆浆球，获得组队信息：一层酸奶，一层奶酪爆浆球，美味超有范儿。抽安慕希你们都不积极啊？抽个安慕希的。打开它的盖子，里面有数字，相同数字的就是同一组。我是一，我是一。二。准备，大象鼻子转5圈。哎呦！呀！哎呦！哎呀！呀！哎呀！呀！好晕！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哎呦！我怎么出去了？没有，凳子在哪儿啊？凳子在哪儿？没有凳子了。啊！你是谁？是这方向对不对？沙爹，这儿呢。哪儿呢？这儿呢。过来，走，我在这儿。这儿呢，拿走了。谁？救命啊！我后面这个人太离谱了。你没有凳子啊？没有凳子啊？走开！这谁呀？你好，下一个站。这是谁？这是谁？哎，我听到声了。哎，这是谁？哎，我听到声了。哎，那边。
怎么会有人觉得你丑？你是谁？还坐着呢，快！快拿他椅子。这是谁？我俩一队的，我俩一队的，哦，一队的，一队的，一队的。我有朋友，那搬他呀，搬滚蛋，我搬他，你搬。他来了没？来了。哎，人呢？人呢？人呢？还有椅子吗？有。啊？啊没椅子了吧？已经是我最大面积了。没看到。哎呀妈呀！哦，你也在这儿？你也在这儿？分怎么没抢着呢？总要给他们一点机会嘛，是吧？不让你了。不让你了，刚刚谁扒拉着我？不让你了，不让你了，都不敢。是我就把你推开。哎，这两个人你不敢？不敢什么？我谢谢你这么热，让我一累，让我一累。啊！谁呀、啊？这是？哇，这个厉害。这是高手，这是高手。可以结束没有必要的纠缠。哎，喂，这是谁？我，你是谁啊？我的妹妹。哎，我的结束了，不要拖我的。谁跟我是一队的？凯哥。哎。脚不行，那你是大大是不是？不是，我不是，我是周深。我也不是。原来在这旁边看是这样的。我现在觉得咱们先出来还挺好。沙哥在前面，在你正前面，正前面。正前面吗？换了换了，马上了。对了，马上。没有人跟我抢。再往前，再往前。哎呀，被踢走了。左边。快点快点，马上来了，加速，快！再往左，往左，不对，回头，老沙，什么蒙我呢？回头，不在他们那边人手一个，你往左，听我的，往左走，快点，往左，往前，这不是，你是谁？你是。这孩子脑子，谁想坐在我头上？谁想坐我头上？大哥，哎，我在这儿呢，何弟，这儿，打斗鸡呢？你在那儿？来了。白鹿是高手，真的。刚才白鹿一把搂走了四个亿。我刚抓的是谁脑袋？大大，张大大。大大，我不骗人，每次抓着了我都有一个欣喜，我感觉是凳子，怎么那么像呢？关键手感，它那个大小特别像，跟手感还有是吧？手感稍微软点，比真凳软点。有一个人一直用屁股坐在我脸上。然后后面有一个人骑在我身上，我都怀疑你们是睁着眼睛玩这个游戏。我要死了！你是坐凳子不是坐我？你会不会玩游戏？哎，你为什么要忽悠你自己队友呢？语言干扰。我们俩忽悠一下正常，好玩吗？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好人。嗯，哦，我在分析这个。我是谁？我是律师。李律师。其实你才是那个最坏的人。对，其实你就是 W 本人，李律师。对，我能自己给自己打电话吗？你找你的助理帮你打电话呀。
也是。好晕啊。准备。那往右边，往右边，右边。你俩自己人。好，碧晨，往右边，往右边，右拐，再直走，直走，再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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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了，直走，就这里，就这个，好，往前面走，要走，走到羊皮筋那，右拐，右拐，右拐，好，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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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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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拐，走，走，走，别怕，右拐，走，走，走，别怕，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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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晨，走，回家，天津牌照，碧晨，快走，天津牌照是回家的路，快走，过来呗，走，谁这谁？这谁？哪里？碧晨，快走！这谁？凳子在哪里？站台往前走。凯哥，现在你这方向往前走。凯哥，你的右前方。凯哥，右前方。对，前左前，就是往前一点点，左边，前面，前面，右边，右边，右边，凯哥，右边，左边，右边，右边，凯哥，右边，再往前，再往前，就你面前。对，贺电，哎，你去找凳子，我给你把着。对，这没凳子，没凳子吗？对，我队友呢？快跟我说凳子在哪儿？你先回到他们那儿，你先回到他们那儿啊，跨过他们，跨过他们。对，到了，快了，到了。这个叫做我不好，谁也别想好，是不是？好的，漂亮。他又要开始抛凳子了，郑凯加油！你的右手拿了凳，左手啥都没拿。凯哥站起来，在你的左后方，左往前，往前，快往前，往前，快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就他，为了他没有坐下去，还没坐下去，啊！掐我大腿肉，啊，小腿肉，啊，疼啊！他掐我小腿肚子，啊！现在很庆幸自己第一个出来了。庆幸。哎呀妈，激烈，太激烈了。恭喜蓝队获胜。耶、第一项任务当中，蓝队可以获得两条关于匿名用户不一的线索。大家查看的是每一个匿名用户注册邮箱时候自填的一些信息，包括的内容有头像、ID、性别、用户画像、数据结论这样的一些信息，请来领取查询软件的代码。每一个芯片上有一串代码，在这个电脑里输入这一串密码就可以获得线索。这么长？哦，这个你来。5376166回车。绿色的草，露珠，露珠，陈，草，草，草字头，草碧晨，为什么？碧绿色嘛，绿色，晨才有露珠嘛，早晨才有露珠嘛。哦，是。再看另一个，再看另一个，再看另一个，再看另一个。9168。BP。这个就感觉会不会有点太明显了？也不明显，也可以是我。也也是我呀，我姓白啊，也可能是我。看我是好人。现将我公司旗下所有健身舞蹈软件赠与白鹿，价值100万RB。听我说，谢谢你。所以我现在有100万，100万RB。嗯，但是那个图片就很像周丽，是哈，越来越近啊，很像他。内容。接下来 W 先生还为大家在古堡宴会厅安排了趣味活动。请大家前往古堡宴会厅。哇，宴会厅吗？
欢迎大家来到 W 先生的古堡宴会厅。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接下来这项任务就是要辨别虚假信息，叫做看清他的脸。大屏会播放一段故事情节，你们需要仔细记忆其中人物的长相，最后选出正确的答案，最终分数更高的队伍获得胜利。任务开始之前，请在 MC 奶酪爆浆球中抽取组队信息。随机随机。MC。你好。哎，又一组。啊，一，你好，这儿呢。一号。一号了。你脸嫌弃的样子。二是我们。二，哎，我们四个人一队，多了一个你。你站中间。刚才我们表演的是个凹。一号题的分值是一分，请出题。我。各位面试官好，这是我的简历。What？ 第一个，第二个，我记第三、第四个。我记第一，你记第一个，第一、第二个，我记第二、第三、第四个，你记第五个，第五个。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各位面试官好，我是今天参加面试的琴琴，我想要应聘的岗位是客户经理，我毕业于社会经验大学。我相信我能凭借所学做好这份工作，希望各位面试官能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谢谢。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负责人事部的 Angelina。 Angelina 你好，我是负责财务的 Amanda。 Amanda 你好，我是行政部门的 Isabella。 Isabella 你好，我是负责运营的 Michaela。 Michaela 我是您所面试部门的主管 Christina。 你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等会儿和 Angelina 加个微信等候通知就好。Angelina 第一个是不是 Angelina？ 小点 Angelina 第一个就是你今天是我的。对二和三不是，我敢确定是第一个吗？第一个是你。我记得应该是这个。都挺聪明的，都很棒啊，都一样。请公布结果。有可能全错吗？有可能。我是负责人事部的 Angelina。 刚才那趴你应该每个人的脸放大看一眼，就是我们每个人。接下来是第二题，但它的分值是两分题。难了，上难度了。还是按顺序记。好，一人一个记。请出题。哇呀、我记得了。这没牙。他是。啊。王一阳。哇塞！啊！这不是一个人吗？这有什么区别啊？等一下，区别在哪里？我想问一下。你眼睛，眼睛。No！ 你们能在小屏幕上看清楚吗？我指我那么近，我就看不见了。很简单，对吧？狠呐！
我能排除一个，这个肯定不是，这个肯定也不是。我看你们觉得哪一个？这不是，这绝对不是。这有点像，这也有点像，这个也有点像，这个也有点像，这个真的很像。这个有点假，我觉得这个，因为小孩他拍照就是会，这个吧，就这个吧，那就这个吧。确定吗？你确定？来试试。放心吧，可以了，绝对是，绝对是，这是这真的绝对是，因为我常年修图，所以我知道他们修了哪些地方。是，这是我知识盲区，不好意思。感觉好像会不一样，应该会不一样。请公布结果。哎。亲爱的妈妈，现在我就要回家。哇，看看他的脸，怎么是没有想到吗？他没有想到。但你们可能全对，也可能全错。就因为我们全对或全错，所以我们不在意。大家选择的答案是否正确？我们一开始呢是在五和十之间选，然后十号你们给他的嘴巴 P 了一下下，就十号小朋友拍照不会那么正常拍，对对对对对对，肯定有点小表情，抿嘴啊什么的。其实我们就是随便那么一选就中了，随便那么一选就中了。要这么反二？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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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题，请看视频。哇，越来越多，这么多，哇，同样都被一直外放了血干自己放我民族意识前的全面正常的这该有链子我们要这不断的穿链子我要面子一号你记住吗一号我没记住一号给过一个镜头这是一号吗这个难了，这个难了。这个真的对不住，对不住。啊，对。再看一下，类似的应该没有，应该不会错。好了，选完了。是不是？爹，咱俩太那一致了。这个真的不好选呐、啊。哪个选？这个像，其他人我感觉连见都没有见过。不是你们现在说谁像，我就觉得谁像。我刚才看那个字幕，看字幕去了，他就过去了。蒙一下，蒙一下，只能蒙。蒙了，蒙。公布各自选择的答案是。完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厉不厉害？可以啊，老沙头。等一下，还不一定的嘛。万一公布答案，我们一号是对的呢？就是啊。请公布结果。耶！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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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可以可以。行，咱们都赢了。但我还是坚持的认为一号阿姨具有领舞的潜质。
有 C 位的钱。C 位说的 ，C 位说的。哎，等一下，沙溢老师是不是经常看这个广场舞的表？他经常跳，他是经常跳的。我们一个 team 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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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获胜的两组，你们可以分别获得一条关于匿名用户二的线索。啊，跟我们刚不是一个人。W 先生，你不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决定发个邮箱骂骂他。每队可以领取一个查询软件的代码到我们的电脑区进行查询。你们如果想分享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线索。我们不想分享。我万一他们那这样。白鹿不想分享。也太明显了吧！我在元宇宙里设计衣服。这个太明显了吧！这个太明显了吧！这个是这个一个人。哦，哇，嗯，我好爱唱呀！我喜欢这样跟着一群人讲。交换吗？不要再交换吗？交换吗？来交换来。啊，交换了跟他。我俩交换我。哦、不是第二个人我们是话筒电话筒嗯我以为这个就是周深就是从二次元走出来的对啊所以我说很明显天哪你好我们交换完毕了好懂了懂了你们不要再看了你是什么身份来着我是虚拟形象建模师对对虚拟形象建模师哼哼朋友们他有可能你们误会了那个证据不可能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开始辩解是什么他都不一定没有，一切皆有可能。现将十个虚拟形象的版权赠与周深，价值120万RB。谢谢 W 先生。四个线索都知道了，一开始是两个线索，头像是绿色的草，上面有一点露珠，然后呢，另外一个线索是 B 开头，说是碧晨。今天所有的职业当中，从二次元里走出来的人只有两位，一位是 Baby 所扮演的给二次元的人设计这个皮肤和服饰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周深所扮演的，这个元宇宙的建模师。如果要符合这个第二个人物的特征更多一点的，我个人比较偏向于选择的是周深。我现在就很纠结，刚才所有人看了信息，张大大老师都在直呼，这也太直接了，所有人都在看我，
那个证据指定的肯定是我，就是怎么会这么直接？但是我是好人呢。喂喂。啊。第一个关键线索是哪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绿色的树叶，然后上面有露珠。第二个线索呢，它的用户名有个 B， 反正有人怀疑白鹿的，有人怀疑张碧晨的，反正没人怀疑到咱们。第二个大家都怀疑周深呢。那把怀疑信息分散一下，到大家身上就行了。好了，好嘞，拜拜。啊，这可以，可以，就这么来吧。森博度假乐园的矿坑草坪。Go yeah go！ 我们来啦！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还会动呢，感觉。啊，这个是走独木桥。马上就要进行 W 先生为大家准备的素质拓展项目。素质拓展需要拓展一下。我们这项的任务名字叫做认准脚下的路。这名太牵强。上一关叫看清眼前的人，这一关叫认准脚下的路。两组成员手持卡牌，依次从起点出发，通过平衡木到达终点，选择将卡牌放入自己或者对方队的卡槽，返回起点后击掌接力，最终哪一队卡槽中的数字总和率先达到13，则该队失败。请注意，只有卡槽里摆满4张卡牌之后，才可以选择其中一张卡牌进行替换。如果从平衡木上掉落，需要返回起点重新出发。掉下去怎么办？再来，从起点处重新开始。如果他一直掉下去呢？就一直爬。这个问题问的，你们身后的那个平衡木的起点处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起点。哦。什么意思啊？我懂了，四摇一天，我给你一个叫说清口里的话。口里的话。同样，我们还是在 MC 奶酪爆浆球中抽取组队信息，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匿名用户单的线索。黄色。哦，我蓝色的，蓝色。这又是你啊？哦，又是我俩。哎，还有谁黄色啊？黄的。黄的呀。咋的了？我黄的，你们这么难过啊？太弱了。他们怎么这么难过啊？我是黄色。太弱了，这队。哎，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留着伤悲。挺难的这个。哇，小心。挺难的。这么难吗？有点难。沙爹，你第一个吧。我行，你放心，我第一个你们都不用上了，但这一期就够了。可以考虑啊。这个游戏的华彩就是你。我一会儿就从这儿来一个蜗牛式。我第一个，我第一个。请准备。哦，俩都是三。小哥加油！你看我这腿抖的。沙哥很稳，很稳。沙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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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你看下去了，不是你对面是老沙，想走一次快的，还是得慢啊。颇有一番龟兔赛跑的意味。后脚先松一点，慢慢跟上去。怎么松呢？后脚怎么松？重心往前脚移，别趴，不用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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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这样，踩下去，踩下去，另外换脚踩到前面去，后脚先缩一点，重心往前脚移，不用手，不用手，踩到前面去。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
我们争取在老沙过去之前，我们凑齐十三。没看见啊，没看见，没事起来啊。三。好漂亮。好漂亮。大哥，放他们那儿。黄色，黄色，黄色，给他们，黄色，黄色，黄色，给他们，黄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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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回来呀！还嘚瑟呢！快点回来呀！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他们十了，他们十了，十了，他们就差三。哎呀！给他们吧，他们是六，没事儿，他六肯定会给我，对，给他们，给他们，他三啊，现在五六十一，他给我们都没有用啊，鬼长是有优势的，我告诉你们，走，给他们吧，给他，对，好，五，五给谁？给自己，给自己。好，快回来！啊，每个一三加三六六。完了，哎 ，baby 姐，别换我们的，换我们的，他拿的是一，他拿的是一，换个三或二都行。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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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对对。你在说什么？我想问一下。黄二，黄二，黄二，给他，黄二，可以吗？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对对对。把他们的六换成一，把他们的六换成一，六换成一，把他们的往小了减。再拿一个。二，换哪一张？给他们吧，先。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差一。五。给他们，给他们，肯定是给他们。十、十二，他们就十二了。哎！张大大，冲浪，冲浪！陆冲板，陆冲板，滑板的技术。慢点，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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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二换成五，二把哪个换了呀？把他们五换回去。把他们五换成二。八。八。哎。哎。哎。结束。
我没看他们拿数字。恭喜蓝队在这一项任务当中获胜。耶耶耶耶耶耶耶！这还要恭喜吗？这不是明摆的是吗？我本来应该是赢的，结果昨天晚上真的没睡好。其实人呢，应该有一个深度的睡眠。梦想喜临门，六月再次来袭，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定要准备一张最好的喜临门床垫，好好的睡一觉，有一个深度睡眠，这样我就可以努力追梦了。恭喜蓝队获得两条查询线索的代码，这一轮线索指向的是一名用户三，请来领取代码。给他揪住了。你终于得到了第一个线索，终于第一个线索。对哇哦，第一次看这个电脑原来是这样，很先进嘛。原来是这个感觉。凯哥，你是不是三把也都赢了？我全赢了。我也全赢了。9464-6284。蓝，这个啊，97J。啊！眼睛是谁啊？我怎么像？我现在觉得像凯哥了。啊，有点像你的眼睛。像你的眼睛。我也觉得有点像我的。像弟弟。但不是我呀。等一下，你把头下来一点。睁眼。就是这个。不是，哎，我问个问题，坏人知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知道。那不是我，绝对不会。但是凯哥的演技，接下来我们就前往今天的最终场地进行撕名牌，来找出三位匿名者。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千万要保护好你们各自获得的虚拟财产信息。说实话，刚才的那个眼睛我吓一跳，那个眼睛很像我的眼睛。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些线索它都是从网上拿来的嘛，他们都说第二个就是我，但是我真的没有，那就证明信息一定是被调换的。而且你想用谁的昵称，想用谁的头像都是不定的，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用自己的信息去注册账号。哎，怎么说？说的是有一个人身上是最多的。对，特别要提醒大家，你们当中有一位成员得到的虚拟财产价值最高，只有撕掉他的名牌才能窃取1000万的虚拟财产。所以我觉得我给大家布置一个小小的战术，就是第一呢，先撕大鱼。对。第二呢，是最好的撕的方式是偷袭，因为表明身份的话他们会结盟，就很难了。行，可以。所以最多的那个会是谁呢？之前决定将他的虚拟财产分配给他在网络上的好朋友，但是有三位成员对他的分配表示不满，向他发送了匿名辱骂邮件。于是 W 先生委托律师协同大家一起找出这三名坏人。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最终任务，
在你们身后的开元森博乐园当中，藏有12台电脑，以及写有代码的芯片。找到芯片，在电脑上输入代码，就可以获得关于坏人的线索。这范围太广了。找出3个坏人，撕掉他们的名牌，视为获胜。哎，那很简单，把他撕了，看游戏结不结束了。3个坏人的任务，只要撕掉一个人的名牌，就可以窃取对方获得的虚拟财产。当坏人从好人中窃取的虚拟财产价值达到1000万RB，那么视为坏人获胜。特别要提醒大家，你们当中有一位成员得到的虚拟财产价值最高，坏人只有撕掉他的名牌，才能窃取1000万的虚拟财产。所以莫名其妙冲过来撕你的人肯定是坏人。不一定啊，万一有人就是怀疑你了呢？万一觉得你是坏人呢？另外，一旦好人撕掉了好人的名牌，这位成员的虚拟财产也会归坏人所有。哦，所以我们不能乱撕。那好人就 out 了吧，是吧？钱还归坏人。吓人啊！坏人互相知道他们3个人都是谁吗？张碧晨想知道他2个同伴是谁。哎呀！张碧晨，姐，名牌了。你看我问，就是没有我不知道。弟弟，我相信你觉得是好人。我是好人。好，那咱俩。我相信你。你看我眼睛，但有信心。证据和我谁重要？证据。我先跟你们说啊，我是律师，真的不要撕我，撕完以后会说出一个不能播的话。现在已经开始了，都演上了，都演上了，全是演员。各位成员请注意，各位成员请注意。撕名牌正式开始，撕名牌正式开始。找东西去。哎，线索，我已经找到了。保护我啊！来来来，你跟我聊一下，你第一个信息是陈草有水，陈草入水 B 嘛 ，B 绿的嘛。他第二个信息，他给的第一个缩写就是 B。张碧晨嘛 ，OK。他藏起来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金色的话筒 ，Baby 姐他们的信息是2次元。咱们只有2个跨2次元呢，一个是 baby 姐，一个是深深。第三个就是眼睛男。第三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觉得凯哥今天有问题。我也觉得凯哥有问题，是不是？那我觉得看看吧，我们先找找线索吧。你走吧，对。咱们是好人哈。我真是好人。我都不怕你撕，如果你是坏人，那我认倒霉。我真的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建立100%的。电脑怎么了？快快！哎，有人！哎呦，找到线索了！快快快快！周深啊，再走，再走。那先去把周深撕了呗。周深在哪儿啊？
百口莫辩。第二个规则，他们全部人都觉得是我，所有人都不相信是我。啊呸！所有人都不相信不是我，我在说什么？呸！死了，一定是因为这电脑太慢了。我们都在元宇宙，还用这么晚、这么慢的电脑吗？啊，我啊！难怪他们会觉得是我。这么巧的吗？我拿了两个关于我自己的。网络上的东西，又没有那么安全。信息一定是被调换的，哪里才能找到线索啊？等一下，哎，我太紧张了，这，哎，为什么他们都不在这里啊？有人能告诉我吗？好，不急不急，戴老师冷静啊，戴老师，小张小张冷静。说名字太长，躲在草丛容易被人发现。妈妈说名字太长容易被发现 ，Angelababy。这个太明显了吧？这个人我们是。妈妈说名字太长容易被发现 ，Angelababy，Angelababy， 还有谁的名字比他更长？我怎么觉得是 baby 啊？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他！你看，你看，你就是他！你看他，走！有毛病吧？又不是我，我就是他！你别跑！哎，你们这么快就暴露了，我现在是。他们俩追我。追你干啥？谁呀？碧晨和白露吧。为什么这么累啊？为什么这么累啊？咱俩不是我。死了！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发怒誓啊？还想跑？不是我，不是。那你为什么？那你跑什么呀？不是你。因为你们把我撕掉了，我的钱会到坏人那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你别再撕了。等一下，我不撕他。
等一下，我不撕他，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好人。不会，他是，他手都是他。你要撕我，我当然要自保，但真的不是我，真的是他。你们看他的斗士，那单挑，你跟我单挑公平吗？单挑完，我要是把你撕了，他们俩再把我撕了。你太苍白了，深深。他都这样了。我这么跟你讲吧，第二个线索是麦克风，是你的黄金话筒。快上！不是我，你吃饭的，饭碗的。我知道是谁了，我帮你吧，我帮你吧。来，我来，我来。不是我，来，我来，我来。真的不是我，深深，对不起了。来，撕了吧。撕掉一个，还有两个。坏人哈，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你吗？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坏人也是有，坏人也是有价钱的。你们最后会知道真相的。好，真的吗？真的不是你吗？真的不是我，很精彩这一块。我还是最后一句就是不是我。先生，不听了，不听了，最后再说。最后再说了，今晚再说。再见。终身。眼泪啊，出来。没有，就是累。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游戏又累又快又短，这个游戏好像开始了，好像很激烈，但好像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有多惨，等一下他们就有多被打脸。因为他们有一个被蒙蔽了的眼睛。不是啊，不可能不是他。不知道，反正现在就当他是一个呗。然后还有俩，我觉得那咱们找线索吧。快找个电脑，快！3594-3461，对。常参加浙江卫视的节目。张碧晨。再看另一个，再看另一个。4611-5，你挡我背后吧。哎，我不撕，我想看看是谁。不是我，真不是我。看一下，看一下。一是男的。男。还是男的，三个男的。这轮线索指向的是。一名用户三，男，二，那是男的，还是男的，三个男的，你看我排除嫌疑了，三个都是男的，三个男的，三个男的，不是我，一二三全男的，哦，那哲神没跑了，那已经淘汰一个了，淘汰一个了，还有俩，他们有一个。被蒙蔽了的眼睛，凯肯定是，凯肯定是，我不知道了，我还想看那眼睛照片。哎，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啊，刚才我先是看见了张大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你要不是坏人，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你叫大的吗？你是好人，你为啥要藏呢？我很紧张。对，他为什么不找啊？ B， 张大大。B 个 B。哦。浙江卫视节目，他是什么浙江卫视？多了，太多了，那可。那你第一，他看图一为什么是有？陈露，绿色，陈露，长大，长大。我真的 thank you 了。Are you sure？ 好，长大。哇哦。Thank you.
我们仨先把凯哥撕了呗，撕大的，算数学，回家吃饭。现在必须去靠近好人，就绝对值得相信的人。沙溢哥可以。沙溢哥，沙溢哥，谁呀？我在这儿。郑凯，我肯定不怀疑你。你要撕我没有用，我80万。你干嘛？你想撕我是不是？不是，你要去哪？我想去那边。你为什么？我想走。我问你，郑凯人呢？你要不交代的话，郑凯在楼下走了。你要不交代的话，你们俩绝对是一伙的。他真的在楼下。那刚才那个在说的我是杨奇，那刚才为什么要跟你搬钱？他为什么不撕你？我觉得他想撕我没必要，我就80万，你可以撕我，你是坏人，来撕吧，我就80万。我就80万。我觉得你跟郑凯真的是一伙。我没有那一伙，是我很怕所有人。但你特别愿意保。我没有愿意把他，是他来找我，他跟我交换了信息。你真的别是坏人，我真的，我们俩住一小区呢。你从遛弯看到我就说，哎，那是撕我名牌的人。真的别撕我，不行，你是坏人对不对？你别撕我。张大傲，现将电商平台的4冠零食店铺赠与张大大，价值80万RB。像我其实不太想知道别人拿多少钱。就我不知道，我是因为是好人吧，我是好人的情况下，我没有那么在乎别人拿多少钱。找芯片吧。找线索。坤儿。坤儿，我可以过来吗？我给你分析一下，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我想拉一个人。我现在呢，大概率相信你和弟弟。那我要怎么相信你？我就是告诉你，撕了我。没用，那你没用，懂了吗？那我信你，撕了我没有用。那走，我信你，我亮给你。好，好，我是撕了我没有用，对，我没有撕。那我们俩很极端，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你，我是最高的。你是 W 先生最信任的人，因此他将自己价值最高的虚拟财产赠予了你。请你千万隐藏好自己的信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否则会对你很不利。价值500万台币。500万。好。坏蛋，手枪家。现在你感受到有时候钱多不是一件好事，多吧，然后还是尽量要找新品。你是我的，那你就保护我吧。好吧。那我俩躲一躲吧，反正我没用。你不会撕我吧？我撕你干嘛？你撕我没用。我要撕你，我现在不早撕完了吗？嗯，好吧，我没分。郑凯在这里。白鹿绝对是，你是我第一怀疑对象。我们一起上吗？只能一起上了，快快一下，快最后一个，快三个，最后一个快，三个女的，
真的是你，你别跑了。不是我，斯拉斯拉，他就是。他们。被三个女生围攻的感觉怎么样呀，凯哥？没有比今天更幸福了。不要再逃跑了啦！不要再逃跑了啦！没有比今天更幸福了。先抱住，抱一个是一个。跑也没有用了啦。我觉得他就是坏蛋，他有个弊字，对，有个弊。我们等一下严刑拷问白鹿。Hello，Hello， 你们两个坏蛋！少啰嗦，你还在给我演戏？你俩不是？扎伊克斯的我。真的吗？哇哦！来自二次元的男性。扎伊克是来自二次元的男性。我真的会。你俩真的不是？你是不是啊？你肯定就是。不是啊。有个小草上有露水，还有个字母是 B。那是 U，big。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们另外一张是一个经常参加浙江卫视的男人。周深啊。阿姨啊。周深啊。阿哥呀、啊。你别否认了天赐的声音。好。都打这儿了。校草。校草谁？军艺校草。白鹿，你在这里聪明有什么用？为什么考完试了在这里三个留级生在这里讨论一个刚刚考完的考题？亲爱的朋友，现将100个社交媒体 VIP 大号赠给我，价值是120万RB。你原本对于此次赠与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因为你对 W 先生赠与你的财产价值数额感到不满。这咋看出我不满的呀你？所以今天你的身份是一名想夺取 W 先生财产的坏人。才120。你这个白眼狼，你给我的这点东西还不够塞牙缝的。不是我，我跑不了。你们想撕我撕我，但是你们撕了我，敌人会加300。他求生欲这么强，感觉肯定就是他了。你撕我，我求生欲不强，我让你撕啊？哎，但你主动伤人这事儿，你就不像个好人。我没主动伤人，他们仨追着我跑了一路。
白鹿像只猛虎一样扑到我的身上了。陈凯，动手吧，动手吧。四个游戏结束。No, 别傻了，真的不是我，好不好？不好，回家吃饭了，凯凯。不好。伸手，伸手，弟弟。漂亮，还是三百。现在五个头部直播间账号赠予郑恺，价值300万RB。哇！谢谢 W 先生。郑恺，哦，被陈哥撕了。郑恺，他们替我报仇去了。你是不是坏人？我不是，我三百，我怎么是坏人啊？你踩我就是因为那张币和那个鹿吗？对呀、啊。喂，一个币，然后草上有露水，不想你想谁呀、啊？白鹿说这是我，因为这个草在长大 ，big big。我真是。回路，我真是，我真的，你英语是跟谁学的？谁教的你 big big grew up， big big 长大？我真，太长躲在草丛容易被人发现，性别不详，头像不详，画像不详。妈妈说名字太长躲在草里容易被发现。喜欢二次元，这是第二个人了。这个也太明显了吧。性别数据错误。名字长，二次元。职业是我在元宇宙里设计衣服。不是的话，估计我们就完事儿了吧？应该。要是的话，你不会有问题吧，坤儿？那么信任你。
干嘛呀？他一直在一个人走来走去。对啊。我怎么会有问题呢？你们俩没问题吗？你们就这么相信彼此都没有问题吗？也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但暂时相信。但是暂时觉得，要是撕起来，我也应该可以保护住自己。你看，这个思维。这思维也没什么问题啊。他走了。他走了。算了，也撕不过他，走吧。他肯定奇怪，也就是他了。怎么瘆得慌了？我也觉得瘆得慌，瘆得慌。你不会突然之间上来就给我撕了吧？我好害怕。你先走。走吧，走吧，没事儿。呀，啥情况？没情况，我也不知道谁说话是真话，谁说话是假话。我也不知道。哎，你看。什么？我们得看着点，我觉得看着点，反正肯定就剩一个人了。我李晨 out， 李晨李晨 out， 不光没脑子，还被撕掉。哎呀，坏人稳赢了。哎呀，我真的是零。丹姐，你跟我说一下，你撕他的信息是啥？帮 W 干了30年，我刚看的。像你的眼睛，我也觉得有点像我的，但不是我呀。也就是说，有一个人盗用了别人的头像，才冒充那个人。盗用，结合30年的话，我是 W 先生的私人法律顾问啊，李晨，大家叫我陈律，可以。请问一下，这个律师是还参与这个游戏吗？我当然得参与，我要抓坏人啊！抓坏人。我没有分，那我们俩很极端，你知道吗？因为我有5分，是最高的。帮 W 干了30年，我刚看的。有人干了30年，他可以编信息啊！而且指向性这么明确，你觉得会吗？我觉得坤儿肯定是有问题。弟弟，我是零，看见了吗？这辛辛苦苦一上午，我的虚拟货币到底值多少呢？亲爱的律师你好，你为我兢兢业业服务了30年，什么意思？暴露我年纪吗？
期间虽然也出过一些纰漏，但也算是有始有终。原本我也想过将一部分虚拟财产赠予你，但是考虑到你作为一个老年人，谁写的文案我跟你拼命，但考虑到作为一个老年人你平时也不太会上网，想想还是算了。如果今天的分配流程你能帮我顺利执行完成，那原本打算克扣你的工资也会按约定发放给你的。合着我不仅没有虚拟财产，我连工资都没领。这W先生也太抠了吧。我这一早上办了一上午的事儿，把所有的人安排到酒店房间，我这出一头汗，你看看。最后不仅不给我虚拟财产，还克扣了我的工资，还要让我配合他执行任务，然后才能拿到我该能拿到的那一部分。我给巴姆先生发的邮件，你等着吧，我要复仇，拿回我本该属于我的那一部分。120万。啊，太坏了，他就给我300块阿币。那我回去了。回去干嘛呀？那我比你多。哎，你还律师？原来是你们俩呀。你他给你多少阿币？我是好人。你到这儿了你还装好人呢？三位坏人大家好。刚说完是好人。没用，他可以编信息。那走吧。被谁给撕了？撕亏吧，肯定是他。快点，你跟弟弟上去把亏撕了。别等了，二打一。咋回事？亏把陈撕了。你为啥撕他？因为他是帮 W 干了30年的律师。你不要再……我不信。你们要是信了名字最长的人的话，你们会后悔的啊！不能让你走。我一点都不信，他现在又把所有的东西指向我，刚刚又指向李晨儿。李晨儿是我一直觉得不可能的一个人，而且我还觉得他把晨儿是这里最会撕名牌的。对，他把晨儿撕了之后，他觉得一功过。他想来想去编了一条东西，让我们不要帮晨儿。我查了一个性别有误，他可以编，这些我们都没看见过。不要被误导了，不是。你现在哎，咱说有没有女生坤儿？你的嫌疑现在非常大，你别搅局了。我不是搅局的人，你赶紧在旁边坐一会儿。我不是搅局的，我都快疯了。我不是搅局的，那你不让人说话是不是？你为什么从头到尾这么相信 baby？ 啊，因为咱俩其实也没有特别相信吧。你有看到那个信息吗？说名字最长的那个？没有。你这都有可能是你编的，怎么会是我编的呢？看啊，就是这么多信息，我真的是搜了。真别撕我，我是好人。为什么弟弟要上手撕沙哥？对啊，为什么？我是好人，因为我怀疑他。
你怀疑他啥？说不上来，感觉说不上来。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他。沙哥肯定不是啊！我帮你弄好。王鹤棣二，王鹤棣二。你看一下你的背后，我看一眼。他是150，所以现在他有750了。哦。他再撕个250，我在说什么呢？他再撕个250，他可就赢了。谁是那个250呢？不是真的有人是250，我们坐在这儿是那个这几个是那个250。来吧，我觉得就是他了，没有别人了。来。我们是坏的吗？我从来没有觉得过，刚才最后你们这一番让我觉得了，我感觉我好像成了害群之马，怎么办？今天向 W 发送匿名邮件的三位，你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其实这三名坏人是潜伏在 W 先生身边的卧底警察哦，因为 W 先生手里握着数量不菲的虚拟财产，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他们仔细调查，发现 W 先生的这些虚拟财产都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没错，他们三人布下了这个局，就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从而将 W 先生捉拿归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湖州德清公安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张家豪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虚拟财产的相关内容。中间请。你们好。今天大家玩了一个虚拟财产的游戏。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普及，虚拟财产和我们生活中的联系啊也是越来越紧密。作为一种新型事物啊，以前啊我们对于虚拟财产的保护工作啊可能会面临着一个无法可依的困境。随着民法典的出台，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虚拟财产的保护工作也走上了一个新的起点。在此啊，我也要呼吁大家，我们一定要重视和保护自己的虚拟财产，切勿让犯罪分子啊有机可乘。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通过这样一期节目来让大家认识什么叫虚拟财产，对于虚拟财产的安全保护意识是每个人从现在开始建立的。还是要恭喜一下我们今天三位完成任务的朋友，来为你们送上你们的奖品，也是 MC 为大家准备的小黄金。我这个啊，我这个恩人立晨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玩啊，这次很开心。沙爹很少能赢的，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水之恩，涌泉相报。每位小伙伴，一起安慕希。七，今天来到峨眉山，就是为了参加一年一度的门派收徒众多助力任务，时刻金鸡独立视频点评等不定时来做。微博有机会赢取节目中的惊喜大礼，来微博更好加分。只要像一个海狮。暗室里的禁书九阴白骨爪被人动了。你偷九阴白骨爪，沙爹是你。
2023年，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了，已经有人在厂商冒充你。